自从有了微博，他们就疯了只社团派。在微博疯掉的明星里，除了莫名其妙自黑的，还有一群打鸡血抱团的。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微博上发起一些莫名的活动。微博社团派一号吴奇隆，反滚吧齐国的熊猫，这句莫名其妙的口号来自吴奇隆的微博。在他的微博上，老大吴奇隆和被称作熊猫的粉丝们常常喊着口号，带着惊人的转发量玩粉丝互动，或者帮吴奇隆做宣传。这个微博充斥着一股神秘的打鸡血力量，让外人觉得略略有一点不寒而栗。微博社团派二号刘烨，要比玩微博的疯狂程度，这几个人都不是刘烨的对手。在微博上成立了火华社以后，刘烨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不仅在微博上和粉丝们玩一些莫名其妙的最怪感言抽奖互动，还成了抢沙发大王，整天整天的埋伏在微博上，就为抢到一个沙发，抢不到居然还要骂人，这鸡血程度让人想要帮他请医生来。乐半天综合报道。